他裤子裤很烂。你跟我问的是一个问题。哦，看到了，先往那拉。他隐藏住了。对。他隐藏起来了。没开过。他一直想开。对，我一直想开。对。这中东版本。你看他那个，这个是，这是立标的牛头标，牛头标就是 Toyota 的那个 logo 啊。民间相传当中，这个叫做牛头标。哇，很帅，哇，太帅了，太硬核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越野界的活化石，也就是丰田的 LC 系列。LC 的70系列呢，它属于这个第六代的兰德酷路泽。当时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，它推出了很多车款。有这个中东版的，有这个撒哈拉那边的，也有就是说亚洲这边、非洲那边的款型。那么这台呢是LC 的76，我们这个客户呢，他是在多山区工作啊，然后他的这个需求是想找一台这个日常代步啊、经典硬核越野车啊。起初呢，他的目标是定位在路虎的老款的威士90。那么我们找了一段时间呢，发现在55到60这个区间里边，威士的90它可选的范围不多，可选的车源优质的车源也不多，它的日常的操作难度太大了，就是强度太高，那么不太适合这个日常代步用。那么我们后面又帮客户调整了这个需求，那么在老款的威士君版大 G 以及这个丰田的 LC 系列里边，我们又重新做了一下定位，那么最终选了 LC76这款车型。后面我们在同行那边找到了这台车，然后这个车内外的整体品相也都是非常棒的，最终约了看车，然后谈价格啊，价格谈拢之后就顺利的就帮客户拿下了。非常之经典的一个车系，不管它的这个时间有多么的长啊，那它这么一个经典硬朗并且非常耐用的一个外观啊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追捧。这个车呢，现在70已经做成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系列啊，有这个皮卡车，有这个短轴的三座车，有长轴的这么一个车型，对，还有这个加高的版本，啊，这个车其实很帅啊。那这个车呢，一是让我想起了非常多的塔利，我这个副驾驶这个安全带现在是拖在这个怎么说呢，我认为是这个椅子中间的，非常神奇，这个地方只能放包了。手动的天线，正常的话有自动版本的，在里面一按的话能自己收起来，但咱这台是手动的，就不是很优雅。然后有一个30周年的纪念标，但是这个可能是后续贴的，因为这个车型的版本，因为平行进口的，我们也不能够100%确定是哪一个版本。这个车是有3把钥匙，3把都是机械的。然后锁车的时候呢，这个还好，锁一下它是有中控锁的。那有些版本呢，它是没有中控锁的，这边锁一次，那边锁一次，后面锁一次，这就很那个，就很复古。这边的话就是绒布座椅了，像这个 LC 系列，它比较经典的一个配置。方向盘呢也是这种搪塑的。啊，整体的内饰的成色还可以，不过这绒布座椅比较难打理，我们后续还得再帮客户再做个深度清洁，然后有极个别小的瑕疵，这个地方，我们想办法看怎么帮客户解决。自动的车窗，啊，自动的车窗已经很高级，对，已经很高级了，有点这个配置了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都是空的，有个自动大灯，然后这边呢往这边走，非常经典的一个收音机啊，收音机。这个样子还蛮好看的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动了，就这个样子。手动的空调，它这块的 USB 口又感觉好像是它后面加的。安全配置这块的话有一个ESP， 有 ESP 的版本一般都是有带那个 ABS， 那么手动的这个5档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前后四驱的一个换挡杆啊，就这么点配置。这个是谁啊？逮龙逮龙又逮到一个同学，哇哇哇哇！对，这个是丰田集团的两个非常极端的代表。对对对对，如果说这个车代表你，那么这个车就代表我。对，山东以北的代表，这个是南方人。对对对，开这个车去驰骋江野，这其实也跟卫士一样的，这个是也是每个男人的梦想之一啊。这台车也让人意犹未尽。对，整一个就是日系的大 VIP 级的，那种 VIP 风格的车子。对，没错，这两个车在一起绝对很梦幻的，很梦幻的一个存在啊。
他们俩能一起同框，还是如果比较特殊的都能放到地库自己地库里面车位上面，哇，那太棒，非常棒。就是这个新车是180万，现在的话可能你50万以内就拿下了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这不做选择，我贷款都要把两辆车一起买下。 对，不会选择一辆。在后续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按照客户的意愿完成了一些内饰的翻新和外观件的改装。由于篇幅的关系啊，这里就不过多叙述了，有机会有条件我们再单拍一期。不知道这一期大家对于这台 LC76 感觉如何呢？喜欢您就点个赞鼓励一下我们，我们下一期再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淘车内容。拜拜。